接下来，让我们来进行下面的课程。我们上次讲到过了，这个课程嘛，就是一个是艺术，精致艺术的部分，然后一个呢是视觉文化的部分。然后上次我有说，哎，到底啊，我们干嘛了解精致艺术？那我自己下的定义是，通过艺术作品，你可以了解哦，到底人类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样貌，然后到底艺术玩意儿这个本身，它对人类的生活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贡献？那我觉得这是这个精致艺术为什么对我们的学习是有帮助的部分。然后当时我记得我举这个例子，对不对？我说人生有很多坎，然后这个人的素养，你的艺术文化素养也是一个人的一个这个价值之一。所以对于精致艺术等等这个人类的这个艺术的瑰宝的理解，对你的艺术信用卡应该会有一点点储值的效果，那应该这个人的艺文素养会比较饱和。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视觉文化也很重要。视觉文化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周遭的各式视觉经验、各式的视觉物件、各式的影像、图像等等，不论它是在美术馆看到的，或在网络上看到的，大街小巷、走街串巷看到的。那因为这些影像，它基本上每一个影像里头一定有一些意涵，这个意涵会因观者而异，你会体会出这个意涵、这个影像的意涵跟你之间有一些不同的互动。那我觉得从视觉艺术教育的学门来讲，这个影像跟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当代的视觉艺术教育的工作者可以去引导个体去观看的。因为当代数位科技如此的迅猛，所以我们真的是浸淫在影像的数位影像的洪流，所以我们应该要能够了解一下我们在这样的影像环境之内我们怎么去思考自己。那这个好处也许不一定是精致的艺文素养，但是我觉得对一个个体来说，你的生活的信用卡，你会觉得，我个人觉得，你会觉得自己在这个生活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你会觉得自己活得好像还算有道理，或者是活得比较这个鲜活力十足、生命力十足，因为你时时都会注意看身边周遭的这些影像跟你这个互动是什么，然后带来什么样的意义。那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谈的，对不对？我们上个礼拜应该在这个地方戛然而止。那大概今天比较主要的部分就是，到底我们怎么样去看精致艺术，有没有一些方法啦、原理啦、原则啦等等。那鉴赏这个玩意儿，艺术鉴赏这个玩意儿，我觉得它对于艺术相关学系同学重要。那其实我们从这个就可以跟各位来做个解释啊，就各位同学虽然不是艺术的这个专业学门，但是想用这个部分来跟各位说明一下艺术鉴赏的意义。大概啊，在整个人生学习艺术的活动里面，大概可以大别为两个部分，一个呢是创作的部分，动手做的部分，一个呢是因为这样衍生出来的诸多理论的部分。那这里头你如果再继续往下去分，又会有很多的东西，那有很多可能各位以前在中小学高中以下学过的素描啦、水墨啦，以创作这个部分，大概这些东西应该到目前为止都看过嘛，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有什么设计水彩啦、摄影啦等等啦，这些其实对各位来说其实都并非陌生的玩意儿，因为从你小到现在你应该多少都操作过一些。那么在艺术理论这个部分，可能你未必接触过非常多，但是你或者听过这些名词，从美学、艺术史等等，这个博物馆学、艺术行政、艺术社会学、艺术治疗、艺术经济，或者是在管经典的视觉文化。所以大概如果说我们要把这艺术相关学门的知识领域大概这个一分为二的话，可以在这个地方有这一块，这个地方有这一块，可是每个地方还可以再往下去分，再往下分，再往下分，再往下分。同样的，这边也可以再往下分，再往下分中，再往下分，再往下分，就好像各位的学门一样，各位的学门或是数学或是音乐或是体育，再往下，这是一个很大的东西，再往下都可以往下再分分分分分分分，对不对？越分越细，越分越细。但是在艺术相关学门里面来说，基本上艺术鉴赏这个玩意儿，大概跟这一边的玩意儿，跟这一边的东西，它基本上都是有关系的。那所以要了解这个，要具备充分的艺术鉴赏的能力，其实如果你能够对这些以及对这些都有一些涉猎，那代表你能够鉴赏，对于对象的鉴赏的理解更加饱和。就是我们毕竟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是一般的这个大众，普罗大众，所以可能在面对各位这样的一个族群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提供一些鉴赏的手法或者鉴赏的方向，
那希望这些鉴赏的手法或鉴赏的方向，帮助有兴趣了解作品的人，把作品理解得更多、更深厚一点。我自己呢，把这个艺术鉴赏的手法，我的大概做一些大别的分析。首先，我觉得艺术鉴赏要有对象，对象是什么呢？第一个对象是物质性的对象，作品。所以，艺术鉴赏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作品要分析到它死亡为止。所谓的死亡，并不是它真的死亡，而是它消耗了、耗尽了。你要耗尽这个作品的元气，你要透过各种手法。什么样的手法呢？你要看它的技法，看它的媒材，看它的形式，看它的风格，看它的内容，还有哦，里面有一些图像的来源，十字架一路延转到今天，它的定义翻了好几回，或是拱形。它的定义，它的样貌也出现了好几回不同的转变。那这一些在艺术史的浩瀚的学门里面代表什么？还有在当代一点的符号学，这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成型的学，逐渐成型的一个知识的体系，对于当代的艺术作品有相当的影响，也对当代的电影啦、广告啦、视觉传达等等也有相当的影响。那这些是直接我觉得它关于作品的物质性的作品的部分。那但是作品，同学，你们还活着吧？活着的人举手一下，不少哎，不错，好，来。另外第二个时代要分析到死，因为作品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因为不同的时代，它这些以上全部都会有改变，对不对？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18世纪、19世纪、20世纪，当然会因为这些时代的不同，这些东西会有改变。但是时代呢，又不是19世纪、18世纪这几个字就可以概棺的，对不对？这里头这个时候的经济、宗教、政治、战争、社会、生态、自然，巴拉巴拉等等，甚至包含意识形态、迷思、宗教了，前面说过了等等，这一些就是这个时代。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作品在这个时候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你还除了耗尽它本身，你要耗尽时代本身。接下来还有一个对象，人产生的，对不对？时代不会突然产生作品，作品不会自己萌生出来，一定要有人。那这个人就很有趣了，对不对？这个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心里想什么？他怎么做的？他这一生从开始创作到他那个的时候，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他的艺术风格有什么转变？了解了吗？所以如果说你要知道一件作品或知道艺术鉴赏的这个精髓的话，我觉得其实你就做这三件事情：作品在干嘛？时代是怎么产生这个作品的？然后艺术家是怎么样在这个时代产生这个作品的 ？OK， 但是这样可能还不太够。好，还有一个部分，就当代的艺术鉴赏，你只有看这三个部分还不够。当代的艺术鉴赏，你还要把观者分析到死。观者是谁？各位就是观者啊，对不对？我们就是观者，我们的想法，我们看这个东西，我们为什么看这个拱形会感到舒适？为什么这个拱尖一点、拱圆一点，我们的心里会有不同的感受？为什么这两张图像通通是最后的晚餐，我就觉得这一张看起来真的差得顺眼一点？为什么？有一些原因啊，对不对？那这些原因就是观看的心理，我的观看心理来自于我是谁，我是什么样的观者，什么样背景的观者，我持什么样的观点去看作品，我的心态，还有我对作品直接的美感反应、间接的诠释的反应，或者还有一些什么样等等。那这些是观者，对不对？观者也是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大概谈到艺术鉴赏的手法，从以前到现在，我觉得大概包含这些。那大概也可以这么说，比较古早以前强调作品本身，作品作品作品，观者谁管你？可现在呢，认为观者也很重要，因为作品这个创造出来呈现在观者面前之后，剩下的作者该做的就结束了，剩下的事情就是谁的事？是观者的诠释。那观者的诠释凝聚出一些效应，可能会影响作者以后的产出，或者是社会凝聚出来对这个作品的一个支持或与否，或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整个联动性的效应。那如果要再勉强这么说的话，大概以往比较是以往会着重在这个部分，当代特别强调这个部分，观者是有全能的，在当代强调这个部分。所以接下来如果各位觉得这样的一个手法这样子还马马虎虎的话，那我们接下来我就分别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我们怎么样耗尽作品，怎么样耗尽时代，怎么样耗尽艺术家。 OK，好，还有观者的心态大概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有这种什么作者已死的这种观感，有一些什么样的实例可以稍微来举个小例子。所以我们第一个来看的是我们怎么样把作品分析到死。可能这等一下各位就看到，各位还记得这第一次，如果说你第一次这个大家忙碌的奔波
这个跑加签的那一次，如果各位有在现场，还记得你有画过一张作品，对不对？有些人在，有些人不在。那张作品的名称是什么？人，很简单，对不对？人，因为这小朋友出生啊，然后开始从事的绘画创作的，往往第一个人就是我，我是谁，我画的什么人，或跟我有关的人。那这个那样这个同学的作品的那件作品的很有趣，你可能待会就看到有些作品在里面。OK 啊，作品嘛，这个作品不一定精，我一定要一定竟然是精致艺术作品。所以看看作品怎么样分析到死，要把作品分析到死呢，也不是随便就可以这么做的。你要怎样耗尽这个作品？因为这个作品哦，它一定有它的大部分的精致艺术作品，它应该有它的脉络，有它的一些风格的展现的一些过往的历史，过往的一些层，一层一层的作品的这个起始的岩层可以被剥。那一层一层剥下去，我们大概说艺术鉴赏的这种知识，专业知识的也可能包含这些，包含艺术史、艺术批评、美学、艺术创作，还有其余的艺术相关理论。当然，还有这个我们刚刚所说的，几乎啊所有的人文素养都包含在内。甚至还有一点，你是一个当代的人，你今天做一个当代的人，你看16世纪的作品，看同样的这个蒙娜丽莎的微笑，因为你是当世之人，你的处境不同于17世纪、18世纪。你的处境不同于对岸、彼岸，你的处境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地方，你的处境就是在此刻当代台湾。所以，作为一个当代之人的处境，也是艺术鉴赏里面应该要包裹的部分。OK， 这样同学大概能够理解。那所以呢，从刚刚这样子，我们大概说，大概鉴赏艺术作品的一些主要专业素养，大概包含艺术史、艺术批评、美学还有创作。那这里面可能有些不同的等等啊，同学可能对于艺术史、艺术批评、美学都不会是。不是，完全不会是陌生的，或者艺术创作完全不会是陌生的词汇。可是我还是有一个简单的定义，待会儿会逐次的给各位一个简单的定义啊，方便有些人可能还是想知道到底我们可以怎么去说它。那有些同学如果说你已经有自己这个非常深入的这个理解，那就包含看一下啊。对我来说，我觉得当你要欣赏艺术作品的时候，这些都是主要的专业的一个素养，重要的背景知识。那艺术史，我觉得它提供了很多的材料，什么人啊，什么时候啦，什么年代啦，什么风格啦，等等。那我觉得艺术作品、艺术批评呢，它提供就是策略。那你用什么方式，背景主义式的啦，啊，还有什么什么脉络式的啦，还有什么这个什么形式主义式的啦，啊，或者是有一些等等啦，有一些艺术批评家有不同的，他认为应该着重去分析这个艺术作品的策略或者是角度。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艺术批评所提供的部分。那美学呢，提供一些标准的价值，对不对？当代的美学的标准，这个标准它会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对不对？它可能提供一些这样标准的部分。那创作呢，创作这个但凡啊，虽然我们刚刚把这个艺术的学门放成这个创作一块理论一块，但是如果没有创作，艺术这个玩意是不会产生出来的。因为有这个人生实物的创作，所以衍生出一大块的知识的内涵，不同的分野，不同的面向，所以创作这个跑不掉的一定是源头。所以这个学期才会请各位同学，这一定要经营一下，体会一下，从理念开始寻找媒材，寻找技法，然后克服媒材技法，还有自己本身专业训练的问题困难，然后完成作品。然后这个作品要怎么样展现出来，怎么样呈现出来，怎么样说，怎么样这个行销出来，就要请同学要体会一下这样的一个过程。好，接下来我们逐次来看，艺术是什么嘞？历史嘛。所以艺术史呢，我觉得它是作品啊，跟这个社会时代背景关系的探讨。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从历史的整个长的历史性的脉络，好，因为一旦你看长，你就会知道这个源远的这个变化，源远流长的变化是怎么来的。然后，所以它很强调就是这个东西什么时候来的，它的演变，然后它在历史上的一个价值是什么东西，这个大概是艺术史所做的。因为对于各位同学来说，这个诗词有点抽象，可以设想一下，你要评论一个人物，那或一个学门的一个人物，你不知道他在历史上的一个定位转折，你就觉得对他有点点不太知道该如何去切入，对不对？所以但是呢，在当代哦，我觉得啦，这个是它大致上的一个这个意义是了解艺术在文化人类的文明文化发展的这个过程里面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和功能。如果说真的去看通史上的艺术史、艺术这个艺术的发展，你会发现真有趣。中世纪文艺复兴前期以前的人说艺术的观点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然后在这个早期希腊先哲的时期，他们谈艺术跟我们观点不一样。那个时候帮助过世的往生者化妆是艺术，那个时候的这个艺术却是这个今天我们可能把它归类为诗歌，把归类为政治啊、天文啊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当你去看这个整个在文化上的演变的时候，你会发现还蛮好玩的。我们是因为所以为什么要强调当代人的处境，因为你是当代人，所以你才会说着共同的语汇。所以当从艺术史的角度去看作品的时候，你会必须要知道作品的风格，然后探查作品的文化跟历史的背景。好，这是我觉得艺术史可能提供这样子的。那刚刚说了，艺术批评它提供一些方法，所以它所做的事情是作品到底跟我这件作品跟那个作品的差别是什么，然后这个作品本身里头包含作品的形式，包含作品的内容，它的美感价值的等等，怎么去比较，怎么去看，然后从哪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作品有什么样的价值，然后那样的一个价值对于某一个时期的作品可能会管用的，对于某个时期的作品它不会管用的，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这是艺术批评。 OK， 好，那艺术批评呢，它目的是什么呢？你要学一些方法，你可以先这样一二三四照表操课，因为你有一些方法你会比较能够把它看得完善，把这个方法视为看作品看得完善的这个面向，所以你要去叙述作品，分析作品它的主题色彩啦，调子结构啦，然后还要最后判断一下作品的意义，因为你把它看到死了嘛，把这个作品本身把它耗尽了嘛，对不对？那接下来美学是什么呢？美感经验，然后美啦，艺术啦，比较抽象的层次，那有些人认为它本质性的层次，但其实它也是这个每个时代会有不同的艺术定义的界定，好，然后到底艺术的创作，艺术的起源如何，好，所以谈到美学就是感受艺术作品，直观的直接看的，看的时候这个作品跟你之间自己能够体会的互动经验，那只有你自己能说的，对不对？批评是人家告诉你用什么方法去看，什么步骤去看，但美学是你自己的感受，就是你直接跟作品的第一人生的啊，第一手经验的这种感受。然后这种感受呢，你可以扩展之后，设若你能够陈述出来，你或者可以跟别的人互相来辩证艺术的美感或艺术的价值。好，这是美学的部分。那艺术创作呢，有一些是同学的创作，有一些是我觉得以前在同样的一门课程上，然后有一些各位的这个前辈同学们他们的作品，我觉得正好贴合在讲那个点啊。一个同样是人，你看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吧，对不对？同样是这样的命题，各位也是一样，五花八门，有些人给了我这个，有些人给了我这个，也挺有趣的，对不对？那我觉得艺术创作嘞，你设想一下，世界上的人啊，世界上的生物就只有咱们有这个本事，有一些动物，灵长类动物可能也可以，但是只有我们最强大，把艺术把视觉所看到的跟没有看到的完全用视觉化的科技变成可见的影像，要了解这个意涵嘛，对不对？那所以在当代，而且在当代艺术的创作那真的是无话可说，你只要你就是要先，尤其对各位来说，你就体会创作的意义跟乐趣，然后你用你自己所能够想到的方式，还有你自己所能用的材料，然后表达你的想法，然后展示你的作品，然后去看一看你透过你这样的创作，你可以知道对那些美术科系同学，对那些到死都要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可以稍微设想一下他的动能，那个动机的庞大还有多么让人敬佩。所以在这个学期也是一样，只要你觉得你想要表达的，然后你觉得你需要这个材料，那就譬如说我们贴的头发、贴的血、贴的肉都可以。OK， 因为我们要尊重艺术创作，当然是开玩笑的啦。意思就是说，在当代哦，这个艺术材料的创新的程度，那是非常的有很大绝对的弹性跟自由。好，接下来我们看下面部分。接下来呢，所以我们如果前面这些零零总总，我们说怎么样看一幅画，大概不外乎这两大块。这一块呢，作品本身，相关于作品的媒材技法等等，形式、内容、风格。然后还有呢，作品是谁、什么时候，艺术史的这个讯息资料，为了什么，它的历史价值。还有呢，我自己作为观者，我这样看它，对不对？耗尽作品，耗尽时代，耗尽艺术家本身，然后耗尽我自己。那只是说这两块呢，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可以认为这一块会比较贴近艺术史的部分，这一块比较贴近艺术批评的部分。那像以美学来讲的话呢，这个作品跟我中间的联动性好的关系是关心的。然后这个我设若他如果本身是创作者，那他对于他为什么这样选择，为什么从事这样的一个内涵的处理，他就是应该能够有自己一些想法。那大概这些统整起来呢，我们如果能够建立一些共同的词汇的概念，好，那我们在沟通上呢，当然就会方便的很多。那接下来呢，就要透过当我们在说作品的媒材的时候，什么叫媒材？同学应该大概可以体会出来，媒材就是作品的材料，物质性的材料，这些是一般常见的绘画性的材料，但是不竟然就这些，因为在当代，如果刚刚所说的啊，好来，啊，先这样好了，来来来，这张作品的媒材是什么？纸张还有。
哎呀，就是这么简单。那这张嘞，它用的是圆珠笔，对不对？同样都是人嘞，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嘞？哎，这张很厉害吧？觉得呢？它用什么？立可白。那我跟同学说，哎，就是人，你觉得想画什么东西？那用什么？你手边现在有的东西，你不用额外准备。他没有用他的血，但他用他的立可白，那效果也是相当不错。对不对？因为在当代啊，媒材的范畴很广阔，你只要能够表达你的创作的意义还有乐趣的，然后你觉得它就是这个，我非要用它不可。我如果换了圆珠笔、换了铅笔、换了其他东西，我产生不了这样的效果，那它就是到达饱和的创作媒材的选择。那只要是你觉得能用的东西、能够表达的东西，那它就是这个创作的媒材。好，那技法，那同学大概能够理解吗？你怎么样操作这些东西，对不对？每种东西经过艺术创作者用不同的方式，它可以玩出很多的方向，很多的不同的一个效果。所以在当代呢，技法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广阔。譬如说以这样来讲，什么技法呢？铅笔或者是这个什么样的技法呢？你们觉得它是用什么样的媒材呢？OK， 那这个嘞，同样是人，好，那不同的媒材，然后大概类似的这个线性的表现的这种技法，但是都能够把这个作品的风格和性格表现得出来，所以也同时一样的，在当代这个技法的范畴广阔，好，跟媒材一样，好，大概艺术家就是那个有权利决定我要选择什么的个体。那这是这个同学做的人，我就给你一个人，两个人，一个人靠着，然后变成一个人。那他怕我不知，所以特别有这个放了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啊，才知道这是一个人。这个人，这是什么看得出来呗？对呀，人。那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就还蛮有创意的，对不对？什么叫创意啊？推陈出新。什么叫创意啊？100个人里面只有2个人，哎，想到这个方法，而且这个方法让你觉得，哎，你会眼睛一亮。创意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两张作品，我觉得还有点趣味的。怕我不知，50元硬币的人头，这个就有点画蛇小天足了，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媒材技法的变化。这张作品各位一定知道，对不对？知道吗？对不对？它是他来的，对不对？它是这个达文西。好，那对于这个作品呢，这个我们说它是早期的视觉化的科技的代表，对不对？说这个肖像画从蒙娜丽莎开始，然后对于这个脸的表情怎么样栩栩如生的表达，然后用这个非常模糊的技法去表现人的五官，相较于它之前的肖像画非常的清楚，非常的仔细的刻画。在这张作品开始之后呢，发现不一定画得很清楚，你可能更能将这个人的朦胧的感情表情把它表现得更生动一些。好，但是媒材的变化，绘画即便是绘画同一种绘画的材绘画的类别，媒材的改变也很大。那这个同学有印象看过这类作品吗？知道20世纪初有个叫做立体派的这个绘画派别吗？或立体主义，对不对？然后作品呢立体主义里面呢有这个代表者，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毕卡索先生。大概全世界的这个个体，或以台湾来讲就行，如果台湾小朋友这个中小学生问他说，说出3个你知道的艺术家，大概这3个里面可能这个毕卡索是一个跑不掉的人，所以他有他的这个代表特质。然后在20世纪的这个绘画里面，除了抽象绘画之外，其他的风格他大概有相当程度的经营。那这个呢是媒材的改变，这个立体派的有些艺术家认为，我干嘛花那么大力气去画报纸，累死了，画好了人家说，哇，这个报纸画得好像好厉害。他发现干嘛，我就直接要报纸，我就直接放报纸上去，拼贴的概念。那拼贴我们今天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各位大概在国高中都有玩过这个可能有这个复合媒材这样的一个类别的创作。那样的点子就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立体派的艺术家这个身体力行的实践，所以直接把一个椅子的椅板拿来放在这个画面上，它直接变成桌面，可以在上面放一些事物，然后上面的事物呢再跟油彩或是用其他的材质拼贴，把现成物的概念放到画面里面。以往是艺术家努力的画出仿现成物的东西，那现在改变了，这是媒材的很大的改变，就是毕卡索先生非常这个好命的一位艺术家。那媒材的改变，技法的改变，还这个非常有这个艺术家有一些非常有创意的这个想法。那这位呢是在1960年代左右过世一位叫克莱因的艺术家，法国艺术家。这位艺术家也很有趣，他应该是表演艺术研究所应该要跟他好好的学习的，他非常的会行销他的艺术的表现。来这样看，这个
他没有在这里面。他非常这个脍炙人口的一个这个绘画的创作的系列是人体测量。那以往的艺术家画人体或画女体要花力气慢慢的磨慢慢的画，对不对？那他呢在这次展演，那这个就是他这个艺术家穿得干干净净的，好像在做演出，然后旁边呢有一群这个乐队在为他的演出在奏乐，然后呢他用了他这个很喜欢的叫克莱因的这个克莱因蓝，国际克莱因蓝的蓝色，然后找了这个女的模特，然后在身上滚上颜料，然后印在或平面或墙壁的画面上，人体测量。好，那这是观念艺术的一类表现的手法，它强调就是可能艺术不是只以手绘的细腻的表现啊，或者是具象的这些题材的表现为依归，它可能也可以用一些比较其他的方式去表达艺术家想要挑战的，然后想要这个去这个推翻的一些艺术的想法或者是时代的议题。那所以可能以各位同学来讲，看到这个然后再看到这个，你会觉得啊，艺术原来可以这样玩，听起来是挺哗众取宠的，对不对？那如果这样的话，艺术的真诚性价值在哪里？那对于克莱因这一类观念艺术家来说，艺术它的重点是表达艺术家脑海里的东西，对不对？当什么东西能够表达，那并不再受限，对不对？所以当他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可以体让他去呈现他对于人体的看法，对以往人体绘画的这样一种诠释的话，那对他来说，这是他在当年1960年代前后，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艺术展演的过程。同学如果有兴趣，今天晚上回去就可以试试看啦。然后这个身上肥皂泡泡，然后你就可以发现，你也可以留下这样的作品。然后，那他有他的媒材技法，那同时呢，他有他自己创作出来的重要的颜色。那他经过他的一些调配，他的比例的这个等等，他觉得最美的蓝色就是天空跟海洋蔚蓝一片连在一起，看不出间隙的那一片蓝，所以他有一个他非常爱用的蓝色，甚至他有时候作品就直接是这样一块块蓝色。但他以前在这个蓝色成熟之前，他也用过其他的有色块的作品。那各位眼前所看到就叫做国际克莱因蓝，然后这一片蓝，有觉得这种心情很宁静吗？投在里面，越看在里面，越看到一些心理上的一个硬核。如果有的话啊，真的，那可能色彩本身对我们来说是有影响的，心理上是有影响的。那2007年的时候吧，这个克莱因蓝问世50周年的时候。时尚界透过艺术来赚取银两，所以以他的这个知名，然后推动了纪念克莱因蓝的一系列的时尚展览。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展览，大街小巷 ，OK， 好，这是艺术家在或往生之后，他的创意仍然被这文化创意界的人所去运用的这个部分。好，接下来我们来说形式这个玩意儿。形式我觉得它好像很好看得出来，可在解释上它有点点小小的拗口。基本上只要在画面上你所看到的东西，这个东西哪怕是媒材造成的，哪怕是技法造成的，哪怕是色彩让你感受到的，或是这个笔触让你感受到的，或线条等等，那一旦这些东西出现，它在你视觉上一定会形成某种状态或者比例或者结构，那种或状态或比例就形成这个作品的样子。所以形式大概就是这个作品能够看起来像什么样子的这个部分，形式作品的外貌，作品它怎么样被呈现出来。所以这里头会有很多的东西，包含这个形状啦、色彩啦、线条啦、质感啦、空间，因为这些加起来它会变成让我们看到作品的样子外貌。 OK， 那形式呢要素呢有相当多不同的东西，包含线条、色彩等等，因为这些都是足够画面里面重要的部分。 OK，那线条是里头最早的，像哥哥刚刚看到一些同学画文人的作品，然后同学有不同的习惯使用的线条或不同的媒材，它会留下不同线条的一个样貌。来看看这张线条，有没有觉得各有趣味？有的同学这个稍微会喜欢用断续断续断续的，有些同学呢，一笔拉到底，很肯定一笔拉到底。好，漫画的手法，可能这个同学受到比较多的浸染，或像这个。好，这个跟个可能都有点不太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啊，甚至这个还加上光影，那这个呢非常简洁而有力，非常简洁而有力，然后也非常有趣的啊一个画面，感觉它是这个一笔不停顿，然后这个一口气这个画到底。好，接下来色彩，我想同学在国高中一定得过，应该学过这些东西，可是你未必看过里面的一些真实存在的色彩的效应，这个我们暂且表过不提。啊，同学有没有听过补色这个玩意儿？有没有在人生界里面真的看过补色？
OK， 有或没有，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我们在这个学期会有视觉文化的部分，如果时间够，我们视觉文化的部分里面会加上一些有趣的视觉心理的部分。那但是我们这边先来先试试看，所谓的视觉心理，它有一个里面的一个面向是，只要你是人，不管你是这个什么样皮肤的华语系的同学等等，你看到这个东西，大概会有一些共同的共样共感的感觉，所以我们叫视觉心理。所以五色是不同文化族群的人应该都可以看到的这种视觉的现象。我们来看看这张作品。来，同学，这边讲有一条金鱼，然后这边有个鱼缸。那我们来看一看，怎么样让这个鱼跑到这里面？那我现在手这个点点呢，我放在这个鱼的眼睛这边，大概数到10，好不好？然后呢，很快的，你看到这边会不会有五色的存在？来，开始喽！1、2、3、4、5、6、7、8、9、10，看到什么？猫。有看到？有没有看到一条这个橘色的鱼在这边？或者是没有立刻，但它待会跑出来，有没有看到？有的举手，应该这么说，没有的举手，没关系，我们再看久一点，这是看食物，来，数到15，1、2、3、4、5、6、7、8、9、10、11、12、13、14、15，滕一婷，有没有在这边？有没有看到一条鱼，橙色的？还是没有的举手，我有看，但是还没有看到，没关系，今天一定要让各位看到补色。没有看到是不下课，所以一定要看到。OK，补色是存在的。来，看到什么？有没有看到红圈圈在跑？有嘛，对不对？有没有看到红圈圈在跑？跑着跑着，好像还有一个圈圈在跑，什么颜色圈圈？有没有看到好像有一个蓝圈圈在跑？有吗？其实红色有在跑吗？完全没有，只是红色轮流的不见跟出现，恰好不见跟出现的间隔符合我们对于动态的期望，所以我们就觉得红圈圈在跑。但是因为这是红色，很醒目的红色啊，所以当你看到它在跑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断裂的那个地方，你会看到红色的补色，它会在那边跑出一个在跑动的蓝色小圈圈，浅浅的蓝色。你眼睛看这边，有没有看到一个发亮的东西在跑？眼睛看中间哦，有个发亮的东西在跑，然后再稍微发挥一点想象力，那个蓝色的那个在跑的亮亮，是不是有点带点蓝色的调子？还是没有的举手。哎，有可能同学在这种舆论的压力之下，然后就不太敢举手。没关系，一定要给你看到。来，接下来什么颜色？黑白。对，没错，有补色吗？哎，目前没有，对不对？好，我们一定要让各位看看这个补色发挥什么样的效果。我现在请各位同学来看中间这边，我们数到15好了，然后看看黑白照片。这个黑白彩色能不能变成？黑白人生能不能变成彩色？OK，好，看到这边哦，1、2、3、4、5、6、7、8、9、10，哎，变彩色了吧？老师，这是什么？这种变法太没趣。对，真的没趣。好，再看看画面哦。你刚有看到彩色吗？有吗？黑白照片还是彩色照片？OK，好，再来哦，黑白还是彩色？黑白吧，对不对？好，看着，好，现在看这边，1、2、3、4、5、6、7、8、9、10，哎，有看到？刚有看到彩色吗？有哦，还有没有人没有看到的？OK，其实这个还蛮有趣的，你有兴趣点回家做一做，或者网络上你会看到很多人玩这个，玩得乐此不疲。这个就是把这个彩色照片，然后把它补色，精准的换算涂抹，然后呢变成它的这个补色的相反，在这个地方，变成它的补色画出来的这个景色。然后当你看了以后呢，你的视觉呢，它就会不由得你不要，它就会产生它的补色。然后一旦这个补色产生出来，正好就是这个的真实色，这样了了吗？所以人生中是有补色的。OK，好，看到这边，我们先休息，然后我们待会再来进行。好，下课。